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雨，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，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。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。缤纷娱乐现在开秀。周深自出道之后，一直伴随着都是音乐奖项的光环。他不仅歌曲产量高，并且每一首都是经过精心的打造，几乎零瑕疵的呈现。然而在深入人心节目以来，周深首次出现了演唱失误，并且被专业导师尚雯婕直接提出。而周深面对自己的失误也是很大方的表示接受。导师尚雯婕对待音乐的态度一直都比较严谨，实际上周深的整体表演并没有太大的问题。他发表的意见也是因为周深在收音时提前松懈，而周深也是非常大方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。而廖昌永导师也给周深候补名额，让他有机会走下去。周深有一句话非常让人印象深刻，他表达说，因为这是我最在乎的事情。其实回顾周深可以发现，虽然他如今的咖位提升很快，但是他依旧是那个喜欢音乐的男孩子，音乐就是他最在乎的事情。而他对于自己演唱的失误也是及时反省，并且乐观地看待，把这一次失误当成自己学习的一次经历。从这一点看，他之所以能够如此优秀，也是与谦逊好学的态度是有关的。近些年来成功并没有让他迷失自我，他依旧是那个在音乐道路上勤勤恳恳的男孩，而这样的表现也让他深得人心，这也是生米为何如此喜欢他的原因之一了。周深这一次的失误也说明了他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周深无疑是一位具有天赋的天才歌手，无论是嗓音还是歌曲领域力都是他的天分，但是学无止境，天赋越高就越需要学习更多的东西，因为他的潜力很大。对于周深来说，他的专业度与真正的导师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，当然这种专业态度也是一种舞台能力。歌手在舞台的表现绝不仅仅只是唱功出道，导师尚雯婕的意见无疑也是非常直观地指出了周深的缺点，但是这种意见并不是无理取闹，具有专业性的点评，能够让周深学到更多。所以周深这一次的失误也是证明了未来他有很长的路要走，而他的虚心好学、态度谦逊自是一种品行，也希望他在未来能够走得越来越远，越来越好。吃瓜不停，娱乐不断，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请给出您宝贵的赞，并且记得订阅我们，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拜拜。